我认为哈，最害怕核四运转，最心里面最不愿意核四运转，不是你我，是台电，就是台电。我跟台电好几个官员，我说什么他就反驳我什么，就这一点没有人反驳我。我给大家分享，为什么？您看，从核四盖到现在十几二十年，坐牢的、起诉的、交保的，几把，媒体都清楚，对不对？三五十个可能不止了，光是一个抵那个什么焊接那个事情啊，一下子就十二个，对不对？媒体大家知道吗？台电的董事长怎么下台的？被监察院弹劾嘛。台电的前任总经理怎么下台？被监察院弹劾。前任总经理怎么下台？被监察院弹劾。那这个一堆人都是弹劾下台。好，核四燃料棒一插，这边爆那边漏，多少人要坐牢？调查局绝对深入调查的，现在是都盖得好好的，对不对？淹死住。那个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你一运转燃料棒一插，东爆西爆，东漏西漏，对不对？东边下雨西边漏，南边刮风，怎么怎么这边倒，爆这种量一百个都不止啊！所以呢，最害怕核四运转就是台电，我们反核团体给台电台阶下。他们啊，要见好就收，好好听，对不对？扭捏作态，哎呀，我们一定要运转，这心里想，谢谢你们这些反核的人，让我们啊全身而退吧。好，谢谢各位。然后最后啊，我想今天的舆论者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谢谢。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私たちは本当に、世界中に迷惑をおかけした、日本という国から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是从对全世界造成很多困扰的日本这个国家来的。本当に自分たちの国の中に入れない場所を作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我们在自己的国土当中，居然制造出了这样的我没有办法进入的，没有办法进去的这样的一块地方。未来の子どもたちの未来を私たちは本当に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手当をしてあげられない、そういう子どもたちをたくさん作ってしまいました。而且呢，我们也因此呢产生了许多的孩童，他们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帮助他们。ぜひこれを無駄にし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学んでいただきたい。请各位务必要汲取教训。で、今度ね、市長選挙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は、皆さんにとってチャンスだと思います。请各位不要让我们的经验白费。我认为这次的市长选举、台北市长选举是一个机会。お話を聞いていただいたように、逃げる場所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放射能にさらされ続けなさい、みんな被爆をしなさ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刚刚我们都听到，我们没有路可以逃，没有逃生的路，也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各位，请持续的一直的被辐射暴露在辐射之下。市長というのは船長と同じです。乗っている住民の命は絶対的に守る立場です。市长跟船长是一样的，在这艘船上的所有的市民的生命都必须要，市长都必须要去捍卫。